谢谢精彩的风火表演，真的是比我强太多了。欢乐的时光总是飞逝而过，今晚我们就要迎来最后一个节目了。是的，虽然我们的晚会即将结束了，但是我美好的心情就会伴着我们走入新的一年。是的，我们会用快乐心情和对生活的激情，将在新的2012年陪伴我们每一天。最后，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我们爱家团期待的歌舞表演《友情新年》，愿上帝的爱伴随我们度过2012年的每一刻每一天，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永远的平安喜乐。有请爱家。